相信大家都曾經在傳統的節日和慶典當中都看過舞龍舞獅的表演，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舞龍舞獅的典故和由來呢？同埋點樣去參與投入呢項運動？龍藝和獅藝是歷史悠久的，是中華傳統文化，同時都是一項專項競技運動，當中包含了道德思想上的教育，亦有尊師重道的精神。時至今日，傳統的龍獅的形態再包含埋多元的一種樂器以及視覺上的藝術，成為了極具觀賞價值的運動。要了解龍藝以及獅藝，不如我們先由它的背景以及現今的發展講起啦。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和象徵，寓意吉祥，祈求風調雨順。時至今日，舞龍成為專項體育運動，道具規範為18米以上的九節競賽龍，連同鼓樂手共最多17個成員，成為一支競賽隊伍。而獅子主要分作南北兩種，最早有關舞獅的記載則出現在三國時期。舞龍舞獅是歷史悠久的民間藝術活動，常見於節日慶典、破誕、婚嫁等場合，為喜氣洋洋的活動增添熱鬧色彩，更寓意吉祥繁榮。兩者而家除了是節慶的表演項目，而家仲推廣到學校，成為其中一項受歡迎的課餘活動之一。認識了舞龍和舞獅的歷史和基本的結構之後，我們現在來學習一下舞龍和舞獅的一些基本元素。舞動一頭醒獅最少需要兩個人，一人舞獅頭，一人舞獅尾，而獅尾必要時都會支撐獅頭的動作。另外都會有人負責锣鼓，例如是一人打鼓、一人打锣、其他人打镲。而舞龍一般由10個人合力舞動，包括一位龍頭、7位龍身、1位龍尾，另外1人就負責舞動龍珠，帶領住龍的舞動和前進。現今的獅藝表演多採用南獅北舞的風格，因此表演時會加入翻滾、坐頭、跳裝、飛躍等難度動作，配合鼓樂與步伐，表現出獅的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動、靜、驚、疑等8態。例如獅子在面對未知情景時的懷疑，或者在採青後的喜悦。而舞獅和功夫一樣，都是講求腰馬力量的，獅頭獅尾的動作必須做到互相信任而產生默契，與鼓樂節奏配合好，才能夠令獅子活靈活遠於眼前。以而家民間推廣的舞龍運動，亦以盤、遊、翻、滾、穿、騰、前、氣、8個形態組成，隊員之間要求團結包容，以各自不同的優點擔任不同的位置，例如力量型的可以擔任龍頭，腳步靈活的可以擔任龍身，擅長跑步的可以嘗試龍尾。經過時間的鍛鍊和磨合，配以經樂為基礎的鑼鼓，呈現出龍柔曳飄逸且不失氣勢的形態。看到這裡，相信大家都基本了解舞龍舞獅這項文化運動以及欣賞的角度。如果想在香港看到舞獅和舞龍，又可以在哪裡觀賞呢？
其實除了可以在一般的節日慶典中見到舞龍舞獅之外，作為運動項目，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都有恆常舉辦各類型的賽事以及同樂日，為香港選拔精英的同時，亦為市民提供具有觀賞價值的比賽以及活動。公眾還可以嘗試投入龍獅運動。我哋會介紹一下，如果想嘗試舞龍同舞獅，有咩入門嘅技巧同埋訓練。喺開始練習之前，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要熱身啊！舞龍嘅運動熱身主要集中喺肩膊、腰同埋腳。雙腳嘅熱身可以做四頭肌嘅伸展。首先企好，用左手拉起左腳，直到有拉扯感，然後換另一邊。期間需要保持膝頭垂直，將全組的四頭肌得到充分伸展。另一個熱身，坐姿體前彎，保持坐姿，一腳向前伸展，另一腳膝頭向外，腳掌貼住另一隻腳的大腿，做深呼吸，亦都用手臂向前伸展，超過頭部，呼氣時用伸展的手臂彎折腳掌，保持姿勢。舞獅運動的熱身主要有腰部、手臂及馬步，大家可以先做分腿轉身鬆腰，雙腳打開與肩同寬，膝關節放鬆，將上半身隨頭部慢慢放鬆向左旋轉，到盡頭的時候停下保持呼吸，放鬆再試拉引，然後放鬆目視前方。另一邊同樣，我們重複做三至五次。另外亦可以做馬步練習，雙腳打開微微闊過肩，保持上身正直，大腿和膝頭向外開展，同時半蹲成四平馬，保持呼吸，一分為一組做三組，而每組中間休息一分鐘。之後要做四頭肌拉伸的動作，放鬆大腿的肌肉。熱身之後就可以開始訓練。由於舞龍運動需要運動員拎住條龍跑跳，亦需要完成難度動作，所以我哋會建議多做掌上壓同跑步，以增加手臂嘅力量同埋心肺功能。一般嚟講，我哋會以跳龍嘅動作做熱身。首先，隊伍由龍頭開始順序排列，然後由龍頭開始畫好圓圈，令龍體成螺旋狀。當龍伸到運動員嘅腳邊嘅時候，運動員就依次左右腳跳過龍身。隊伍練習每一個跳完之後，傳俾下一位跳，好似接力跑圈。因為舞龍好多時候需要做翻滾穿騰嘅動作，所以多啲做跳過障礙物嘅練習對舞龍係有幫助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嘗試利用身邊嘅物件扮演障礙物，然後跨越過去，記得由低練起，注意安全。至於舞獅嘅入門訓練，我哋會做舉獅頭跳樓梯嘅練習，增加雙腳嘅力量與平衡力。首先，手舉獅頭或者道具，原地雙腳跳上膝頭高度的樓台，落地要求平穩、輕力而無聲。二人練習則會由獅頭的隊員持住道具，而獅尾隊員會扶住獅頭的腰部，原地跳上樓台。獅頭上了樓台之後，馬上向前小跳一步，讓出空間給獅尾上台。這個動作在平地練習都可以，意在訓練獅頭獅尾的默契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嘗試手舉紙箱或者道具，練習原地雙腳跳起，跳起時要求膝頭向心口收，再輕離落地。另外亦可以練習扎馬步舉獅子，配合剛才介紹的四平馬，我們可以舉起獅頭或者道具，轉變其他馬步以增加手臂的力量、腿部的鍛鍊和靈活性。例如做七星練習，配合四平和弓步，首先舉起道具扎好四平馬，轉左弓步將道具舉向左前方，還原四平向前望，然後轉右弓步將道具舉向右前方，再還原四平向前望，最後四平向前舉，這樣就完成左、右、中三個方向為之一組。有了這些基本的概念，大家就了解到龍藝和獅藝的運動原理，都可以由熱身開始嘗試一下當中的樂趣。
最中意舞獅呢個運動，因為可以同世界各地各個龍獅嘅代表互相交流啦，亦同時都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嘅朋友，而互相交流傳承呢一項傳統龍獅運動嘅心得。我最中意舞龍舞獅咧，一開頭覺得好有型啦，可以借住舞龍舞獅表現自己啦，做到唔同嘅高難度動作咧，會俾人哋眼前一亮啦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更加發現龍獅吸引我嘅地方，可以令我自己心態更加成熟啦。喺學習嘅期間，可以不斷咁克服困難，令到自己喺面對生活上啊、人生上嘅挑戰咧，都有住唔放棄嘅精神。除此之外，身體都隨住不斷嘅訓練咧，令到改變咗我細個骨瘦如柴嘅樣啦，令到我嘅身體體態同埋感覺到個精神更加健康，都係吸引我學習龍獅運動嘅原因嚟。如果想參與舞龍同埋舞獅嘅活動，或者進一步認識龍獅文化，歡迎大家瀏覽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嘅網頁，裏面有唔同嘅活動等住大家。板球在香港已經扎根很久，今時今日香港無論男女子成人、青年以至學界都已經有正式的板球賽事。其實全球板球球迷人數都不少，板球世界盃是一些地區是轉播率最高的賽事，讓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運動的歷史。板球在16世紀的時候起源於英國，這項運動在18世紀經歷了重大發展，板球亦都正式成為跨地域的國際運動項目，而一些國際賽事都是由那陣開始的。第一屆 ODI 板球世界盃在1975年舉辦，在香港1840年代已經引進了板球這項運動，而板球總會在1968年成立，即是現在的中國香港板球總會。板球球場是圓形或者橢圓形的草場，因應場地大小，不同性別和組別會有不同的尺寸，直徑在120至180公尺範圍內。球場中心部分有一個叫做球道的長方形範圍，尺寸是 3.05 乘 20.12 公尺。球道兩邊各設有三條直立門柱，再以兩條橫木將門柱連接，組成三柱門。擊球手的擊球區和投球手的投球區分別設於球道的兩端。香港有幾十個適合進行板球運動的場地，遍及港九新界，俾板球隊練習和比賽。而當中大約有20個場地隸屬於康文署管轄，例如天光道遊樂場，就是中國香港板球總會比較常用的練習和比賽場地。位置方面，進攻方有擊球手，防守方就有投球手、外野手和守門員。從運動員處身的位置和他們的行為，可以看到誰是進攻方和防守方。攻方擊球手負責利用球板擊中投球手投出的板球，從而得分。擊出的板球落點不同，會有不同的得分。守方11個球員都會同時落場，其中一個人擔任投球手，投出的球如果擲中擊球手身後的三柱門，就會將擊球手趕出局。守方除了投球手 bowler 和守門員 wicket keeper 以外的9個球員會擔任外野手，根據球隊策略而分佈於球場不同的位置，主要目的是捕捉擊球手打出的球，限制對方得分。守門員 wicket keeper 是一個特殊位置，如果擊球手擊球的時候，板球擦球板邊而過，身處擊球手身後的守門員就可以接球，而令擊球手被接殺出局。板球在香港已經很普及，無論男女子都有大大小小的比賽，青年組別方面亦都有5個分齡賽事，另外大中小學亦都有校制性的學界賽事。中國香港板球總會每年都有舉辦不同的比賽，包括男子頂級聯賽、香港板球女子全明星賽。中國香港板球總會每年都會派出代表隊參加不同的國際賽事，男子隊在2022年曾經踏亞洲杯決賽周，和國際強隊印度、巴基斯坦對賽。大家對板球已經有基礎的認識，跟住落嚟想介紹一下板球的個人裝備。
板球嘅投球速度可以好高，所以我哋一开始玩之前应该佩戴适当嘅保护装备，尤其系守门员同埋击球手。而外野手只需要一般嘅运动服装就可以落场玩啦。为咗保护球员，头盔同小腿护膝系必须装备，而击球手同守门员所用嘅手套亦都会有唔同。前者主要系防滑，方便紧握球板；后者嘅手套功能主要系加强接波效率。击球手用嘅木质球板由长柄同一面平坦嘅木板组成，最多长96.5cm， 阔10.8cm。投球嘅用球由软木制造，外层由皮革包裹。因应唔同性别同埋年龄组别嘅比赛，会有唔同嘅重量同大细。虽然个人装备可以避免受伤，但喺开始玩之前进行热身运动都一样好重要噶。投球手通常分为两大类，分别是速球派 pace bowler 同埋旋球派 spin bowler。球队会因应唔同策略安排唔同类型嘅投球手上场。投球手目的主要是令击球手出局。而家简介一下其中四个常见嘅方式：一、投杀出局 bowl out， 砸中三柱门令击球手出局；二、接杀出局 cut out。投球觸及擊球手球板或者手套，並在落地前被守方球員在邊界範圍內接住。三、追殺 run out， 擊球手在三柱門之間跑動或者離開安全線的時候，防守球員用球砸向三柱門，令柱門上的橫木移動。四、捉身出局 lick before racket， 投球擊中擊球手身體任何一部分，而裁判認為擊球手身體構成阻擋，以致投球未能擊中門柱的話，擊球手亦會被判出局。擊球方面主要有五種打法，包括直板擊球、防守式擋球、削球、拉擊和掃擊。擊球員擊中板球，當球被守方外野手捕捉到之前，跑到球道的另一端，而他的隊友跑壘員就跑去擊球手原本位置，兩人用板或者身體在安全線後碰地，就會拎到一分，俗稱跑分。如果球在沒有著地的情況下直接飛出界城之外，稱為六分打。板球在界城之內落地之後滾出或者彈出界城外，就為之四分打。板球对运动员的反应、速度、手眼协调、策略理解、球员间沟通和合作的要求都很讲究。是啊，板球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等大家去发掘。我觉得板球这个运动是每一次我们打比赛的时候，你都不会估到那个结果是什么。而我们每一次其实比赛都像捉棋一样，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。板球最吸引我的原因是最主要是跟队友一起之间的感情，我们一起赢过很多球，一起输过很多球，变成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联系的。我最喜欢就是击球的，因为击球会有 很有刺激感，还有面对每一次的球都是来到不同的。我最擅长也是击球，因为这件事是我的专项，我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。我最主要会比较喜欢击球，因为面对不同的投球手的时候，你要即刻用一个很快的反应去面对，看看咦这一球球我要怎样去打呢。而可能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好的比赛，但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打得比较不太好的比赛，你要好好地去调节你的心理，快点回来。其实难忘的比赛经历有很多，如果要讲近排，可能是有一次我们去南美比亞的時候去打一個嘅 series， 咁我哋就對陣亞聯酋。咁亞聯酋一直都係我哋嘅強隊啦。咁嗰一場比賽我哋贏咗佢哋嘅，咁就好開心。如果想參與板球運動，又或者進一步認識板球，歡迎大家瀏覽康文署同中國香港板球總會嘅網站，裏面有唔同嘅活動等緊大家。